大家好，我是宇彬，欢迎收看《创爱世界》。最近刚过完新年嘛，新年是不是要赌博？赌博一定有输有赢。很不幸的，在新年期间我赌博输完了我所有的红包钱，我只剩多少钱？我只剩10块钱。所以今天我就是要来挑战，用这个最后的红包钱10块钱，我来挑战，可以不可以用最后剩下的10块钱来吃到周杰伦代言的手抓饼？我们事不宜迟，现在我们就去挑战看看，有没有可能可以用10块钱吃到手抓饼呢 ？Let's go！ 其实很便宜嘞，10块钱根本就绰绰有余。哇，今天我还没有开始就挑战成功了。还有别招吗，老板 ？OK，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，我们想用10块钱吃到什么时候手抓饼？你想算吗？啊，我们就来吃这个周董最爱秘制鸡肉抓饼。OK， 我就来吃这个。啊，我要一个那个周董最爱的9块9那个。啊，没有一个吧。我今天挑战成功，我用了9块9就买到了这个周杰伦代言的手抓饼，这个是鸡肉口味的，看起来好像很好吃。其实这个是算是这个是里面最贵的，所以要来这边用10块钱吃周杰伦代言的手抓饼绝对不是一个问题。不好吃啊？哇，真的是周董最爱啊，这不可思议的浓郁的味道，真的是超级好吃的。我没有什么形容词，就是超级好吃吧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。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